说，再不说朕斩了你。臣说，他说他每日在先帝灵前哭喊，说这是大汉王朝要灭了。灭了？这以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呢？哎，好，这霍光又不是神，又不是仙，他说去吧。啊，他说两句，难道我大汉王朝就灭了吗？啊？他还骂皇上。骂我什么？说您是昏君。我是昏君，我是昏君，我就是昏君。昏君怎么样啊？反正霍光现在也没有了兵权，我也不怕他啊，就让他说去吧。说什么？反正也少不了朕的一根汗毛啊！皇上，哎，去，走，皇上，哎，接着来。哟，我们又要住这种破地方了，烦死了！你就只顾你自己，也不想想病你现在可是很危险的。哟，你放心了，那个小兔崽子比条泥鳅还滑呢，想逮住他恐怕比登天还要难一点。再说他的出身不同，哎，真清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次病已遇到难事的时候都可以逢凶化吉，就像老天爷在帮他一样。老天爷会帮他？你真会想。哟，怎么不会啊？哼，病已的命啊可硬得很，他呀才不会像咱们一样普普通通的过一辈子呢。他那个皇曾孙的身份早晚会被揭穿的，说不定啊他就可以当上皇上。他要是当上了皇上，我们的后半辈子就有了依靠了。你又在做白日梦了吧？我看你呀，还是最好管好你自己的性命，别丢了自己的命，免得到了病已大富大贵的时候你早已经投胎去了。你不相信？那咱们就走着瞧。病已，到处都贴满了通缉我们的皇榜，会不会被认出来啊？哎，要不要换条僻静一点的路走，避人耳目啊？别担心了，看看吧，这个皇榜上面画的人像根本一点都不像我们，谁认得谁啊？不相信啊？那瞧我的，哼！赏金不少啊。是啊，要是让我抓到这些贼人呢、啊、我就发了，这辈子吃穿都不用愁了。说我是贼人，我整你才怪。哎，看什么看啊你？哎，那小子跟上面那个刘病已很像。哎，你该不会就是刘病已吧？哎，你们说像不像、哎、你们看啊，不要很像人呐、你们不要很像喷人，我哪像什么贼人呢、啊、吼、哦、怎么不像？你看、哎、头发一模一样，眉毛、眼睛、鼻孔、嘴巴、耳朵都一模一样，你分明就是刘病已嘛。哎，先动了，哎，送官再说。哎，要真是通缉犯那我们就发了啊，对不对？哎，来，你们看清楚啊，我哪像什么通缉犯呢？哎，别跑啊，追，哎，你们看，沈仙，你的画像好难看哦。天下画工都死光了，把我画得这么丑，给他改一改。哎哎，这什么？没你啊。哎哎，我来帮你改。嗯，哎哎，为什么你们的赏金都是1000两，哎，我只有500两呢？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啊？
因为呢，你比较不重要，所以你的命就不值钱了。谁敢说我不重要啊？病姨，来，病姨，你说说看，是他比较重要呢，还是我比较重要？水仙，你是？哎，你说什么？哦，平均你也是。你们两个都不重要，我最重要。下来吧。啊！刘病姨，刘病姨，哎呦！给我去把它改改。哎，给我，抢我笔干嘛？我也要改一改。5000两？喂，你这什么意思啊？我比你值钱呢。你们女人真笨呢，哪有人把自己赏金给提高的？哎，就算逃跑啊，你要有点格调嘛，对不对？我看你啊，真是老寿星吃砒霜。什么意思啊？活得不耐烦啦。啊，我活得不耐烦了是吧？我看你像活得不耐烦呢。哎，走，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去哪里啊？去杜城乌龙院。快现在我们该怎么办？问你话，该怎么办？哎，先走了，我有办法。走啊，走。在看什么？没什么，我们在看，看你们长得很帅嘛，所以忍不住想多看两眼啊。对对对对，对呀，三位大哥，看你多么的英俊挺拔，让小女子的敬仰之情有如黄河之水连绵不绝。摆平了，还不快走！小心！走！来！都这样子了，能有什么人？
去哪？你们俩跟着我干嘛？你去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我要上茅房，你们跟不跟呢？水星，你在哭什么？师父，师父，师父，大家别伤心了。现在伤心根本没有用，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赶快振兴乌龙院。有朝一日，我们一定会帮师父报仇雪恨。师父的魂魄会不会回来啊？鸠摩空，他这件事得道高僧，只要有灵的话，他一定会常回来看我们的嘛。真的？干嘛了你？你不是希望他回来看你吗？你有没有见过鬼啊？我呸！你才活见鬼了你！对呀、啊，师父如果回来，他会是什么样子啊？哎呀，不管他变成什么样子都好，他一定不会害我们的嘛，所以我们就不用怕了。我不管，反正待会儿你要在我旁边陪我。胆小鬼啊，师傅能变成什么样？哼，没用。冰姨，过来陪我，你过来陪我嘛，过来陪我啦，陪我，当然是陪我了，陪我。喂，你自己说你胆子大，干嘛有人陪啊？我只说你胆子小，你就没说我胆子大。喂，你怎么没用啊？郭水仙，干什么？好了。两位姑奶奶，你们不要再吵了好不好？你们那么爱吵啊！好，你们自己去吵啊，我没时间陪你们玩，摇来摇去头都晕了。哎，冰姨，冰姨，你回来，回来！冰姨，喂，真走了。神之鬼啊！大娘，阿强，有鬼！师傅的鬼魂回来了！啊，师傅，你也被吓得半死啊！就是啊，那天我跟阿秋也被师傅吓得半死。是啊，大娘，师傅好像死不瞑目哎！啊，师傅，师傅，都怪我偷吃贪睡害死了您，只是不关阿秋的事，你要怪我，放过阿秋吧。放阿秋，师父，都是我不好，我太大意，你要算账找我才对。不，就是无辜的。大牛，哈哈，阿秋，快！阿秋，大牛，不要怕，我没死，我是活人。师父，灵魂显灵了。你说什么鬼话？师父，师父，是你吗？是我。师父，师父，师父，
是。是你吗？是我。师父，我们明明看到你死了，呼吸、心跳都没了。对啊。你又活过来了。啊。我练过归习大法。归习大法？归习大法？什么是归习大法？归习大法，不吃饭，不喝水，不呼吸。哇，连呼吸都不用啊！嗯，啊，这么厉害！我们上次去天牢看师傅，师傅都不用呼吸，像死掉一样。对了，像乌龟。耶呀！又活过来了！很好，很好。哎，对了，病你大哥怎么办啊？他去找霍大将军嘞。对了，他们会不会追到这来？很有可能。大牛啊，你留在这儿。好，我们去找病乙。什么？我留在这儿？对。你差点害死了师父，这一次总该将功赎罪了吧？不，师父，我们走吧。走。师父，这有鬼啊！大牛，不怕鬼，鬼。但你不怕鬼？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没死。呀，走开！走开，走开！快快快快快！讨厌！哇，你打得可真够厉害！光秃秃的山头上。又长了一座小山丘，哎，就像我在家乡堆的小雪人。不是啊，我觉得比较像平地砌高楼。这就当头棒喝，师父烧成这个样子，你们还有心开玩笑？哎，让一下，让一下嘛。我来帮忙。干嘛呀你？爱说爱讲的越帮越忙，快点走开走开！就是嘛，毛毛躁躁的，也不看清楚点，看你把师傅头打的。不会吧？你们怪我啊？怪也怪他自己啊！半夜三更，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来到这里，我一进来看到你们两个倒在地上，我还以为他是采花大贼呢。我看你啊，倒像个贼。一点点，没关系。No！你们听到啊？一点点没关系，你们大惊小怪什么？一点点小伤，那我在你的脸上画一道，看你疼不疼。哎，平生啊，你说师傅头上这么大一个包，会不会留下疤啊？就你最爱臭美，师傅是男人呢，身上有点坑坑巴巴的，有什么关系啊？喂，那怎么行啊？这要留下个疤，那可就糟糕了。师傅这个头啊，是全省城独一无二的一个，这要是留下疤，那都难看呐。所以说你们都是外行啊，真是的，头上有个疤有什么不好？可以取个绰号叫做这个刀疤大和尚，一听到这个名字啊，就知道是个狠角色喽。走在路上啊，没有人敢正眼看他一眼，嗨，这多威风啊，对不对，师傅？哇，刀疤和尚，是大牛。哎，这个名字啊，好像不错呀。哦，那我就是刀疤神尼，是阿秋。耶，威风，你们都很想威风是不是啊？那我就拿这把刀。在你们脸上刷刷刷刷刷，开你几刀，让你们出出威风，好不好啊？啊！哎，你看看你，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好了好了，你们都让开吧，别再围着师傅了。让开就让开嘛！你们这些女人真是的，翻脸就跟翻书一样。有了师傅，就忘记我这个情人了。喂，你说什么？谁是你情人啊？喂，不要这样嘛！不，饶了我！有病吧？这不能画你这个卑鄙小人，我一定要杀了你！你还说？不要这样吗？再让我看到你嘴呀、啊！放在我这里，你不救我、啊？师傅，你看，别吵，你们回来。
师傅，师傅，很好。师傅，你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嘛。我说啊，我说，慢慢说，慢慢说。哎，嗯，当时啊，我们一听说师傅要被处死了，并为了师傅跑到宫里去跟那皇上理论。嗯。结果呢，惹恼那个皇帝，那个皇帝就派禁卫军要杀他。哎呀，我这个人呢，就是太正直了，看不惯那种白吃猪头昏君、祸害忠良这种事啊。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也实在是太不划算了。哎，这个老光头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那万一我为了救他连自己的命都赔上了，那不是亏大了啊。我老的时候一定要帮我自己写一首叫正气歌的，来表彰一下我这种千古未有的忠孝正义啊。你闭嘴啦，最不要脸，凡是正的东西啊都跟你无关。哎，这次你的功劳最大了。哇，为了救师父他连命都不要了，单枪匹马大闹京城，现在啊，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他的大名。对，我跟你说，现在外面满城啊都在传，是这样的：柴仓大卫胆如斗，未央宫上斗野牛，皇上不知天地厚，金銮殿上栽跟斗。怎么样？好戏，好戏，有种。很好，很好。哼，老光头啊，哎，你也进步不少。哎，在哪学来的有种这两个字啊？你真是有种啊。我知道了，一定是在牢里的时候学的，对不对啊？那我看你以后有空的时候啊，不如去牢里蹲一蹲，我看你一定学了不少东西哦。你跪下拜我。无端端要我跪你拜你做什么？你又还没死。呸呸呸，你胡说什么？你徒弟，我师父。啊，师父，你要收病已啊？不行不行，师父你不能乱收徒弟，中国有句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像他这种败类收他将会毁了您的名声，那可是得不偿失。哎，谁说我是败类啊？谁回答谁就是败类。你跪下拜我。光头蛋，你真的要收我为徒，教我武功啊？啊！哎，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从今天开始，我一定会努力练功，绝对不会让师父您失望的。师父，师父，我再拜。师父，你干嘛一直摸我头啊？好痒，师父。因为你马上就要跟我们一样了。一样啊？什么样啊？师傅，你要剃我头啊？不必，我不剃，我不剃啊！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我不剃，我不剃，不要头，神仙太暴低头。哎，报应啊！还好师傅准我带法修行，要不然没有这些头发，以后胖妹妹就没行情喽。不，刘病已，你现在是五师弟，按规矩你可得管我们叫师兄师姐。没错没错，我啊是你的四师姐。哎，我呢是你的三师姐。你们敢说比我大？我可是智比二百担，朝廷命官柴炭大卫刘病已。你说什么？好了，别打了。哎，你们看看这么乱，我们是不是整理整理？要不然怎么睡啊？你们要睡这儿啊？啊，我忘了嘛。哎，我们出去睡吧。懒得理你。哼，我们走。哼，什么了不起？你真的要睡这儿啊？好，来，请，请。你。关门睡觉。哎，睡觉吧，明天还要干活呢。哎，又回到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想当初进宫，希望能够功名在身，富贵荣华，举妻立妾，光宗耀祖也比较方便。没想到啊，一塌糊涂哦。人生真是无常。
富贵随风飘。嗯，干嘛？你这个卑鄙小子！谁是你师父？老秃驴！乱杀人，不好，不好！老秃驴，你滚开！不滚，不滚！你找死！不知道为什么，我哪里得罪他了？上次在皇宫，他突然间奇奇怪怪的不辞而别，今天又跑来杀我，搞什么鬼啊！这个恶婆娘从一开始就是个疯子。哎，你也不能这么说人家，说不定他有他的道理啊。祸水啊祸水，你就是爱跟我唱反调。哎，我什么时候……好了好了，不要再吵了好不好？烦死人了！谁这么吵啊？有谁？师父，真的想杀我？谁是你师父？就是嘛，你到底有几个师父啊？那是啊，你现在就只有一个师父啊。师父，不如把他交给我，让我来问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不好？很好，很好。哼，我看呢，还是先把他绑起来。哎，师父，我不是你师父。好好好，那我叫你裘姨娘，好不好？我呸！你难道要我叫你皇孙娘娘王无虚啊？你不配叫我的名字，你滚开！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在仓库的时候好好的，你干嘛恨我恨成这样子啊？你根本是个口蜜腹剑的小人，你帮我疗伤，只是想骗我的易筋经。骗你的易筋经？我从头到尾就对易筋经没有兴趣。哎，你忘记了，当初是你逼我跟你学武功的，你记不记得啊？那是因为我以为你有一副好心肠，谁知道你竟是这种人。我是怎么样的人呢？我被你弄得一头雾水啊。你敢说你没有勾结苏文来杀我？我勾结苏文？我跟苏文仇深似海，水火不容，我怎么可能勾结他？你说嘛。干嘛咬我啊你？我母娘，你简直不可理喻啊你。大天，我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你，我照顾你，帮你隐瞒事实，我简直把你当成我娘一样照顾啊！谁放屁！凭你也配当我的儿子？我不配，我不配，我不配是吧？我低贱，你高贵，你最高贵，你最高贵。至少我做人，我懂得讲道理，不会像你这样。连做人的基本道理都不懂，你为什么不懂啊？不懂，不懂，不懂，笨死了你！我跟你讲，你先把我惹毛了，看我怎么修理你！你想怎么样？我，哼！哎，快来看，空中飞人哎！哇，好大一条火腿啊！裘姨娘，这一下可尝到苦头了吧？哎，不过被你这样折磨人家，也有点过分吧？好像。也是哈，哎，要怪啊，只能怪他自己不可理喻，不能怪我心狠手辣。刘病爷，我总有一天会杀了你。
你看，你看，你看，就这副德行，整天只会杀人。当初受伤的时候，好像脾气还好了一点，没想到现在伤好了，又变回这副德行了，凶残的要命。出家人，慈悲为怀。师傅，师傅，一群马屁精，哼，你，哼，便衣，放了。放什么？放了他？师傅，你想清楚啊！这个人呢，罪大恶极，你放他出去，马上就杀人嘞。不用多说，放了他。我，哎，帮忙解开。你走吧。你真的让我走？对，你易筋经练不对。对对对对，是邱姨娘，我也觉得你练得不对，你最好不要再练下去了。你又在放什么屁呀？好，不放不放不放，你赶快走吧，万一我师父改变主意，你就跑不了了。哼，刘冰雨，你究竟有没有把我的秘密告诉苏文？我真的谁都没有告诉过。我刘冰雨虽然是个痞子无赖，但是最基本的信用我绝对有。哼，什么秘密啊？什么秘密？快说嘛！快说嘛！哎呦，平君，你都答应别人不跟他人说的，你干嘛还为难他啊？霍水仙，你干嘛总是跟我唱反调啊？什么唱反调？不就是论事啊？哪像你从头到尾胡搅蛮缠！你，霍水，什么霍水啊？我有说错吗？你就是，我什么地方说错了？你就是，我哪有说错？没事，你就是，你就是。好了，别吵了，烦死人了。他就是为你。关我什么事？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每个都找我麻烦。见不到你了，师父。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一定要练易筋经，这个血海深仇我一定要报。易筋经又名瑜伽术，乃印度婆罗门要想练神功，就要冒着撕破裤裆的风险。其修行法中有治愈。我的腿啊，帮我下来！这年头受不了。当初我练霹雳旋风腿，连裤裆都撕破了。止息。拘束。我的腿。内行。静虑。我的腿。三昧八种，易筋经，武术，最上乘境界。习得易筋经，筋骨拆合自如，血脉可顺可逆。我快被他拆散了。练成后，这么点折磨受不了，还学什么功夫啊？随意指行走各穴。啊，糟了，怎么了？我的腿断了。我用力过猛，真的断了。啊，断了。那怎么办？吃人苦更苦。
方为人吃人。师父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嗯，一样，很好，很好。真是太好了，我终于坐稳了大汉的江山了。哎，苏文，你和张干，你们都是我的大功臣呢，我一定要好好的奖赏你们。谢皇上。哎，苏文，朕就封你为安西侯，怎么样？皇上。哎，还有，要给你封地500亿，实禄2000。多谢皇上恩赐，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平身。谢皇上。还有张干，张干，朕要封他为安东。张干怎么没来啊？皇上，张干他去中原了。去中原？他去中原干什么？哎，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就走了呢？太随便了。皇上别急。容奴才慢慢跟您说。你说。皇上，奴才本来想突然给您一个惊喜，可是您现在问了，那奴才就实话告诉您吧。哎呀，奴才跟张干商量了一下，为了使皇上高兴，奴才陪张干到中原各地给您选一批美女回来呀。美女？对。美女，哎呦，好啊！太后，皇上驾到。皇上，这么晚了来这做什么呢？凤儿，皇上你请自重，哀家乃是皇太后，你岂可直呼哀家的名讳？太后，走。太后，娘娘，现在夜深人静，又没有什么人，不必拘礼了，对不对？啊，太后，娘娘，太后。皇上，你要干什么？嘘，干什么？我要。皇上，你太荒唐了！你身为一国之君，万民表率，你岂可如此轻浮，败坏伦常？朕现在大权在握，哼，朕想要谁死，谁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这朝中上下谁敢和朕顶撞啊？啊！皇上，你喝醉了，满嘴的胡言乱语，哀家不与你计较，请你尽早回宫去吧。不回宫。太后，替我弹奏一曲吧。皇上。刘贺。回宫。回宫。太后，这么大一个长乐宫，就你一个人住，会不会有点太寂寞啊？要干什么？放开我！皇上，请喝茶。不喝。有什么了不起？这回宫，回宫。那娘，太后娘娘，皇上驾到！皇上驾到！哎，太后，朕有国事要与你商议。哀家只是一介女流，不懂什么国事。皇上，你英明决断，国事
应该与朝中大臣决定就好，不必与哀家商量。太后，还在为昨天晚上的事跟朕生气呀？啊，朕这次来就是特地来向你道歉的。来人了，把东西都呈上来。皇上，你带这些东西来干什么？朕昨天晚上酒后失态，所以带这些东西来向太后赔不是，还请笑纳。皇上不必耿耿于怀，哀家在宫内锦衣玉食的，什么都不缺。所以这些东西还是请皇上送给其他妃子吧，哀家不需要。不需要。太后，你可不要，不要，不是好歹。哀家今天偏偏就不是好歹。我是好歹，我是好歹，我是好歹，我是好歹。别毛畜生！刘贺。要不是看太后面子，我叫你好看。不要。放下，放下，全部都放下。走。你说这个上官凤儿真是奇怪，每次见到朕就摆出一副臭脸，笑都不笑一个。哎呀，好像朕欠了他几百万两金子似的。哎呀，皇上，皇上，这个女人呐，跟男人不一样，只有庸俗的女人才会被珍宝所打动，越是尊贵的女人就越鄙视金银珠宝啊。皇上，像皇太后这样的女人，什么样的奇珍异宝恐怕也没把她放在眼里呀。那她到底要什么啊？像皇太后这样的女人，她需要的是快乐，能够让她快乐，能够天天让她开开心心的人。哎，那怎么样才能让她快乐？臣倒是有一计，不知可行不可行啊。说出来听听吧。皇上，您不如学学周幽王啊。周幽王？如果你觉得自由是快乐，爱是烦了，乱了陈旧的差错，又何必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太多的借口，太多的理由，为了爱情我也背叛了所有。如果你想离开我，就别再畏畏缩缩。太多的借口，太多的理由，别再问我难过时候怎么过，或许会是快乐，爱是烦了，乱了陈旧的差错，又何必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太多的借口，太多的理由，为了爱情我也背叛了所有。如果你我也背叛了所有。
所以皇上这次点燃烽火台也可以试试他们各路军士是不是真心跟随皇上。将军，不好了，受到入侵了。啊，来了来了，你回来了啊。我霍光瞎了眼，把大汉江山交给了你。皇上，霍光现在已无兵权，干脆来个斩草除根，把他砍了算了。东宫哥，我求求你饶了、你啊，霍光，我掐死你就像掐死一只毛虫一样，可是。